手术过程惊醒，这状况让男星超崩溃。家族有这个心脏的病史，那时候又快要去当兵，心想说我要不去检查一下，医生就说那你要不要做个心导管检查，我就说好啊。手术做到一半，我就觉得有个东西要撑我的血管，好痛好痛，我就醒过来了。那时候我正好情伤，我就说医生拜托你让我死在这个台子上吧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